大家好，我是中新社记者徐鹏鹏。再过几个小时，我国将用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这也是我国的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接下来我们将即将前往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也请我的同事专业的航天口记者郭超凯来介绍一下此次任务有哪些看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新闻社记者郭超凯。那么这一次天问一号任务是中国首次实行火星探测任务。首先，这次任务将通过一次发射完成环绕、巡视、着陆三项目标。如果任务一旦成功，这在全球将是属于首次创举。这次发射也是长征五号火箭的首次应用型发射。为了将天问一号探测器能够顺利地送入地火转移轨道，摆脱地心引力，长征五号火箭必须要突破每秒11.2千米。那么这个速度呢，也是目前中国现役运载火箭跑出来的最快速度。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发射塔架3-4公里远的拍摄区域。现在是上午10点半，距离发射时间还有2个小时左右。现在时间越来越近，也请我的同事超凯来讲一下此次任务的目的地火星有哪些畅想。来，好，火星被称为地球的姊妹星，是距离地球较近且环境最为相似的行星，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开展深空探测的首选目标。那么火星探测的难度也是非常的大。回顾人类的航天史，世界各国曾先后进行过40多次探火行动，但其中成功和部分成功的只有20多次。那么我们也看到，探索火星对研究行星的演变和生命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这次天问一号任务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将有力推动中国的行星探测迈上新的台阶。现在距离发射时间还有2个小时时间，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就在刚刚，我们明显感受到了火箭升空时的巨大轰鸣声以及人群里发出的热烈的欢呼声。现在中国行星探测之路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未来我们还可以有哪些期待？来，超凯。天问一号是中国首次火星探测，迈出了中国行星探测的第一步。那么今年也是中国航天的大年，除了火星探测以外，年底我们还将实施嫦娥五号月球采样返回等重大航天任务。未来我们还将去往更遥远的太空，陆续开展木星和小行星等深空探测。浩瀚宇宙，中国航天的星辰将是星辰大海。最后，我们也祝福中国航天越走越远。中国航天加油！加油。